判决书。肯定是死刑吧？对。什么罪名？你自己看吧。可惜了，我只看得明白繁体字。是以颠覆人民政权罪、故意杀人罪等数罪并罚，并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不错，别冤枉我。你还想下棋啊？来帮我看看，都快开局没开好，怎么走怎么都是一盘死棋。要上路了，实在想不明白，到下面去想。怎么走啊你？公树一案算是基本结束了。虽说他已经死了，但给我们后人留下诸多的难解之谜。他来山城的另一项任务到底是什么内容？只是我们收网太快，有些事情已经没办法证实了。公树不是一般的角色，他所执行的任务肯定也不一般。部队上的同志找到了严额的匪窟，并在那儿发现了公树的遗物。技术部门怎么说？唯一可疑的就是这个空白的信封。他想把这封信寄给谁呢？被撕去的邮票应该是民国时期发行的公文道，我在劳动饭店翻他的皮包的时候看到过。那张邮票一定有来历。师傅怀疑的对，可问题是，邮票去哪儿了？公树总不会把它无缘无故的送给别人吧？这恐怕又要成为一个悬案。这帮的国民党文物分子，活着不开口，死了也不会给你留下任何的线索呀。整个一个茅坑里头的石头，没准来世做人还是要与人命为敌的呀。公树被镇压了，留下了解不开的历史谜团。他此行另外一项任务到底是什么？郑耀先谢绝了组织对他的另行安排，坚持以周志前的身份继续工作，声称自己是个钓饵，只要他在，台湾兴许就会再派人来。他也终于明白了自己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，无非说些怪话发泄一下。侦查员这个职业说到底了是他的宿命，他活着的全部意义。
你还好吗？还好，就是有点老了。我也老了。哎，看着还行。我也被发配来扫街了。和我在一起？嗯。这是谁呀？这么好心，把咱俩安排到一块儿了？我也不知道。 让我来，我就来了。在哪改造都是改造。郑耀先心里明白，这一定是陈国华安排的。你傻笑什么呀？啊？怎么了？你这个表情，我倒不习惯了。那你习惯什么？ 冷若冰霜，势不两立，你死我活；还有像秋风扫落叶一样的残酷无情。活该，你就是个该挨骂的命。为了你，我的命差点都没了。我听说了，你看不见我了，怕他们暗害我，没想到。 你这脾气也这么倔？你听谁说的？来搞外调的人，他们刚起一个话头，我这心就悬到了嗓子眼儿。我是怕你与世长辞，他们是来告诉我，要化悲痛为力量的。哎呀，如果真是那样，哼，哎，我也不活了。你有什么不活的？你不是活得好好的吗？ 这古诗上说了：“得成比目，何辞死？愿做鸳鸯，不羡仙。”咱俩在一块扫街啊，挺好的，冻不死，也饿不着。你走之后，我也遇到点事儿，是有人对我进行刁难。徐东秀，你怎么什么都知道？ 猜的，他被停职检查了。不开除他，就算他侥幸，要不是你这特殊的身份，他想过关都难。共产党的队伍里边，混进了这样的人，想来想去，悲哀啊。郭文志也受批评了。这很正常，一点都不意外。为什么呀？ 他们，一个是男的，一个是女的。这男女搭配，干活不累。这男男女女的在一块儿，他就是容易出事儿。他们俩走到今天，那都迟早的。谁呀？郭文志、徐东秀啊。一开始，严肃紧张的工作作风。 可后来呢？严肃、紧张都没了，就剩下团结活泼了。你们一正形，什么人的玩笑你都敢开？我说的是正经的。圣人教导我们，兔子不吃窝边草，但是男女关系不在此列。你又在胡说了，哪个圣人会这么无聊啊？你后来追究徐东秀了吗？ 人整人没意思，我现在呀，就想这么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这比什么都强。将心比心，换作是我，我肯定没有你这度量，我一定睚眦必报。那当然了，谁不知道你呀？从来杀人都不眨眼的。你怎么又来了？那你赶我走。 咱俩做个伴儿，哦，不做别的，你就是陪我说说话。
你本来就是我的伴儿，说说话有什么不行的？可你平时都一本正经的，在外人面前不苟言笑。你是外人吗？你是我的伴儿，是可以同甘共苦、相濡以沫的。 结过婚的人吗？不瞒你说，我现在放个屁都得给街道汇报，因为这群众的眼睛啊，过于雪亮。你又在发牢骚了是不是？这往后过日子呀，还是小心为妙。 真理不是总是站在你身边的。你要想做英雄，那也得要看清形势才行。你说的对，耿直和想做英雄的人最后都没有好下场。我不是英雄，我也不想做英雄。所以以后，我得好好的管住我自己。 给咱俩划分好了，那条街归你，这边这条街归我。你吃了吗？吃了也喝了。我给你留了碗汤。你做的汤能喝吗？哎，盐管够，有盐就有力气。
还怀疑我是郑小仙吗？你问这个干嘛？我得弄清楚啊，你是跟我好呢，还是跟郑小仙好？谁跟你好了？后悔了？这有区别吗？我那个老婆林银燕，就是因为我长得像郑小仙，她才嫁给了我。你不会是要告诉我？ 她嫁给你的时候怀着郑小仙的孩子吧？这是事实啊，那否则她一朵鲜花，她怎么会插到我这个牛粪上？哎，你不高兴吗？我高不高兴你还看不出来啊？<笑>好，我知道了，<笑>你是吃醋了。那好。 你跟我老婆一样，也是一朵鲜花，插到了我这个牛粪上。我结过婚，你会不会嫌弃我？咱俩彼此彼此，有什么好嫌弃的？这，我也是个二婚头啊。哼，你们这些男人呀，说话有几句是真的。我说的可都是真的呀。哼，那再说了。 说谎的，恐怕不光是男人吧？你说谁呢？我说什么谎了？哎，我没说你，我说你干什么呀？你不说谎，能像女人吗？<笑>我干嘛要像个女人呢？<笑>尝尝泡菜，我泡的怎么样？<笑>谁呀？是我，有通知下来，传达一下精神。是潘主任。怎么了？不能让他发现咱俩在一块儿。这女同志啊，最关心的就是男女关系，她咬住就不撒嘴。那可怎么办？ 在换衣服呢。社会主义啊，路不拾遗，门不闭户，有什么怕的？只有阴沟里的阶级敌人，做了亏心事才会怕。 这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，是不是？是是，我不怕鬼，更别说他只是来敲个门了。吃个饭还换衣服啊？这不是扫了一早上的地，不换衣服不卫生吗？明天下午啊，市里的学生来给我们演出，你把舞台打扫一下，垃圾清一清，尤其是那几个卫生死角。 就我一个人呢，别跟革命讨价还价。行了，你继续吃吧。哎。 走了。嗯，走了。
哎呀，吓死我了！你至于吗？怎么不至于啊？看把你吓的，那以后别来了。哎，你还别说，我现在得赶快回去。我跟你说笑呢，你还当真呀？我怀疑潘主任他对你起了疑心，现在正往我那儿去看看我在不在家。慢点儿。 事儿吗？你一个大男人，大白天的，怎么也插门啊？哦，是这样，我因为扫街扫上起得早，这有时间呢，我就睡一觉。这身体是革命的本钱，还有啊，就是镇子里的孩子啊，老跑到这儿来藏猫猫，吵吵闹闹的，我根本都睡不好啊。少年儿童是祖国的花朵，共产主义的接班人。 你怎么能说他们吵得慌呢？哦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你到这儿来啊，是接受我们广大革命群众的监督劳动的，不是来睡大觉的。啊，对对对，我应该踏踏实实的，规规矩矩的。还有啊，你是下放到这儿的，我们不光要从你的灵魂深处改造你的思想啊。 我们还发扬这个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，给你找了这么个睡觉的地方，我们给你找的睡觉的地方，你为什么插门呢？啊，你有什么权利插门呢？啊，我是我插门不对，人民没有赋予我插门的权利，啊，这个以后白天我不插门了，啊，晚上也不插了，自觉的接受监督。 哈哈，哎，明天下午啊，市里的学生来演出，你把舞台打扫一下，垃圾清一清，尤其是那几个卫生死角。就我一个人吗？周志潜，不要跟革命讨价还价。 什么事儿吗？怎么了？
怎么了？你说怎么了？我不晓得怎么了呀！你不晓得谁晓得？ 掩耳盗铃的故事吧，知道啊？掩耳盗铃，也叫盗中掩耳，想偷钟，又怕别人听到，自己就捂着耳朵，这明明遮盖不住的事实啊，还要想着法子去遮盖，这不是自欺欺人吗？这个故事教育我们。 钟响，那是客观存在的。你捂着耳朵，钟也会响的。客观存在的事实，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而改变的。有些人，啊，对自己不利的、不喜欢的，就采取不承认的态度，以为这样就真不存在了。这是什么性质啊？ 我后面有尾巴，你先撤，我掩护。下面，快！人呢？人呢？人哪儿去了？ 什么人啊？我明明看见他进来了。 谁呀？这儿就咱俩呀？那这儿有别人吗？那是有鬼？我可怕鬼呀，尤其是《聊斋》里的鬼啊，那女鬼披头散发，青面獠牙，那手指头长得都像铁钩子。你专门的勾人心齿，拖住我，争取时间，掩护寒冰转移。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呀？等我抓住了韩冰，你就明白了。大晚上他不在自己的房间待到起，跑到这儿干啥子？韩冰以为神不知鬼不觉，殊不知广大革命群众眼睛是雪亮的，比雪还亮。说得好，是。谭主任。 没有，你这儿呢？没有。哎，这么多双眼睛，难道还都花眼了？这样，你留在这儿。是。走。
为人民服务，为人民服务。休息。哎，为人民服务。坐。哎，你咋个用白线呢？地主富农才用好线呢，你敢用吗？我跟你讲。 你只要意思一下就行，意思一下，那我的意思也就到了。啥子意思啊？啥子意思嘛？哦，好好好，算了算了，我还是拉到公家去修吧。我这活做得多好啊！ 收你几毛钱，值。就你这样还为人民服务啊？我是不是为人民服务，你说了也不算，那政府说了才算。我算是看出来了，你呀就是投机倒把的分子。我不跟你吵，吵不出吃喝。奉劝你一句，与人方便，就是与己方便。 休息！好，好，好，好！把这寒冰抓住钱，给我抓起来！哎，来了，来了，来了！你们认识他吗？不就是一根菜叶子吗？ 是根菜不假，你昨天还用它做了碗汤吧？我做汤也不犯法。你当然可以做汤，可问题的关键是，你汤里的这根菜，怎么跑到了他的脑壳上？谁的脑壳上？谁的脑壳你不晓得呀？我不晓得。你是他的姘头，你不晓得？啊？你说什么呢？ 我说你是他的姘头，你不晓得？谁是谁的姘头啊？好一对奸夫淫妇，还相互护上短了！你们乱搞男女关系，还不让人说了？现在知道着急了，有本事当初别做呀！我们做什么了？你们做什么？你们自己心里最清楚。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，容不下半点沙子。说。 你们两个谁先主动的？什么主动啊？就是谁先勾引谁的。还有，你们两个的男女关系现在到哪一步了？哎呀，这又够了！是拉手了，亲嘴了，还是睡觉了？周志贤，你是个男人啊，你带个好头，回答问题。是啊，丢人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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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丢人
Thank you.
同志们，现在我们让周志谦、韩冰定期向大家汇报一下在我们乡村镇接受劳动改造的思想心得。站住！你追我干什么？你多管闲事儿！别人的闲事儿我可以不管，但你的事儿我必须得管。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！你放开我！我不放！放开我！太丢人了！放开我！你还是不是个共产党员？是凡夫俗子，都是您害的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害的，我害的。好，别挨着我，离我远点。哎，好，好，好。我教你个办法，保准下一次你一上台，就像喝凉水一样的。还有下一次？啊，你比如一上台你就唱，夫妻好比鸳鸯鸟。比翼双飞在人间。那我干嘛不唱树上的鸟儿成双对，绿水青山带笑颜呢？哎，那是男的的词儿，你不能跟我抢啊。